那我好想把这个帘子拉高。没有问题吗？连最没有品味的国贤哥，你都觉得 OK 的？不要乱讲好不好？因为我这样看二号哦，他跟一号比起来，其实他的那个腿的长度相对的，他稍微短一些。那我觉得这双，我们在聊鞋，你人身攻击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因为就是因为那双鞋帮他加分了很多，让他腿看起来整个是变得很修长。那本来其实他如果没穿那双鞋的话是没有感觉的，但是穿上那双鞋，他刚刚转了一圈，我稍微先揪了一下，揪了一下，那感觉是有差别。是心计吧？是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装两根支架才120,000而已，120,000而已，好吧？健保大概有几副一点。哦 ，OK。这个就是第二一位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位。来，第三位，一路拉到底吗？请看。哇哦！这个也蛮可口的。可是你要想一下哦，它黑色的长裙哦，然后这个鞋子是有一点这个啊黑色的裙子啦，那这个鞋子是有一点蓝色的长裙，什么？那是蓝色吗？蓝色是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它这个是蓝色，它这个裙子的颜色跟这个鞋子到底搭不搭配？觉得这双鞋 OK 的请举圈，不 OK 请举叉。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。有股票，股票觉得不 OK， 是为什么？波星，你凭什么说不 OK？ 因为我刚刚第一个看也是那个服装颜色的搭配，因为它的肤色很漂亮，晒得很漂亮，然后就是鞋子跟衣服的颜色就我们看不懂。哎，可以稍微小转一圈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脚上面1.8都没有，腿很漂亮，腿他腿很漂亮，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双鞋穿在他身上就感觉就是不搭，然后为什么不搭？为什么不搭？就跟你一样不搭不起吗？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像前面第一双，它整就是它整个都是黑色，这样搭起来看起来是觉得很合。然后第二个白色，对黑白搭我们看都很顺。可是他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蓝裙子搭上肉色的那个鞋，因为我觉得肉色的。鞋子本来就是不好搭配，对啊，而且它这个是鸡皮的，最近梅雨季节，这双鞋合适会长霉啊，哦，不好，里面都已经长霉了，不好对不对？对啊 ，Angel， 我觉得就是那个颜色不太配啊，颜色不配。我很喜欢它的高跟鞋的形状，就是那个颜色我没有特别喜欢，我觉得它的对比有点抽象。那是因为鞋子是跟上半身搭配的，是一个整体感。是不是？对，但是我看贾斯汀好像很疑惑的样子。没有，我看就会想到罗宾汉的帽子。罗宾汉的帽子。为什么？前面那个型好像他会戴那个帽子。罗宾汉如果没有记错，罗宾汉戴的应该是绿帽子，而且还有一个羽毛，不是吗？其实我觉得第一双的效果非常好，因为我觉得绑带子，而且配他的那个整个脚型以及他的比例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双鞋还蛮挑人穿，但是我觉得配在他身上非常好。所以刚刚小娟老师选的是第一双是最好看的，是。那我们现在想要问小娟老师。第一双最好看，那最不好看的是哪一双嘞？我个人会选第二，你选第二，是很怪，这不是基本盘吗？你看，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有我们看的太多，我们就觉得好无聊的东西哦。没有新意就对。所以穿这双鞋的人，他本身很无聊吗？还是你不要故意这样子哦。而且国贤哥，你怎么可以讲人家无聊呢？你等一下要出来这边坐喽。对啊，而且白色容易脏，每天在家给不赢。哎呀，对不对？那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就来问型男们，你们已经看完全部的三双，那你们手上都有号码牌，请选出你们觉得最好看的一双是哪一双，请举牌。哎呦呦，不一样喽！选一号的有4票，二号的3票。3号的1票，搞不好等一下可以来电一下。刚刚3号的票数最少嘛，哈，那所以说，要帮他叫车吗？您叫好了，太残忍。您叫好了是吧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拉到胸线，还有机会吗？我看你们会不会改变。好，麻烦你了，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拉到胸上。有改变吗？相当保守。但是会有改变吗？有没有改变？应该他要出来喽，山水有相逢哦。没有改变是吧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3、2、1，请看。
对不对？来，要麻烦你走个台步，展示一下你这一双。哪里有问题吗？八位瞎了狗眼的人。不要这样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若雅哪里有问题吗？若雅男生真的不懂。若雅你很好，他人没问题，因为我觉得你最好看。是，对，只有 FBI 最欣赏你。这时候打落水狗好吗？对，你们还有两个。要不要解释一下今天的搭配？因为其实有时候啊，鞋子是我们女生整体造型很重要的一个配件，所以呢，其实今天会这样搭，是因为鞋子跟项链的颜色是呼应的，上面是同一个色系，然后你这样整体感就不会说只有下半身都配一模一样，就会头重脚轻或者头轻脚重这样子，所以是上下这样子呼应，所以你远看就是一个整体的感觉。觉得他讲的合理的请打圈，觉得他自己想太多的请打叉。看不懂，还是看不懂，因为是漂亮的，是漂亮的，只是说那个美学。不是你如果说你为什么拿叉叉？因为看不懂啊，你是漂亮，你真的。其实你刚刚解释的非常清楚，但我们听起来是非常。而且我刚刚还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那个鞋子它有开一个叉嘛，是不是跟衣服开叉道理是一样的？哦，而且你如果觉得说呢，我们的台湾代表呢，眼睛有问题，其他的国家的代表他们也是打叉啦。哎，那我们看一下我的鞋给他穿，我们换看。哎。好不好？那换好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是这样子呢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不是我的 size。好像是。有比较好一点。我觉得感觉好很多哎，不是好一点，好很多。觉得有比较好的，请举圈；没有的话，请举叉。谢谢。也是一半一半，哎，还是没有。我觉得原本那一双比较好看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还是要看哦，还是要看。对啊。不是你们当初换的原因是什么？你觉得这样换会？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穿鸡皮会有点怪？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夏天穿鸡皮感觉上比较热一点点。是。对。男生会 care 是鸡皮还是皮的吗？不会。像他穿鸡皮，我就觉得热。你会 care 的原因是因为好不好脱吗？高跟鞋不都一样，都是这样一下脱下来的。可是我觉得他穿那个六小月那双的时候，他整个脚变得更长，然后看起来那视觉效果更舒服。以上呢，这个就是你们刚刚错误的选择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名，也刚好就是二号啦。有三票的，来，我们一样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一个机会。胸上的状况票数会有所改变吗？好的。啊，不改。确定不改？不是，你们怎么找一个儿童来看看鞋啦？不改，不行啦，改出来了吧？他是不是跑错棚？对，没有期待感，没有期待感，是不改的。觉得今天这样的搭配是？今天就是想要有一点休闲中带点个性，然后呢，会选尖头鞋的原因是因为男生喜欢尖头鞋。对，然后而且跟不能太高。不是，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女生以为，但男生真的不觉得。真的。我拉到了胸线了。是。票数有改变吗？没有。有的话请打圈，没有的话持续打叉下去。哇！只有一票。贾斯汀，前镜头少是吗？